表演大台中心孙元平安主任呼完并请邀请团队内典礼开始，鞭炮主席指挥，请来个电联勇甲处长颜清标先生，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。大家今日要副董事长白明坤先生，副员丁清江，管理委员会主委员刘明阳先生，副主委员洪明杰，刘梦慧，事务董事齐冠业。